为了要增加亲子之间的交流，台南市政府在5月27号将会在英华市政中心西边的广场来举办大型的亲子嘉年华活动，邀请知名儿童频道的主持人和八组动漫人物来轮流表演，还有亲子闯关游戏会当来抽奖。今日是开记者会来宣传，邀请大小朋友做伙来参加。一起来立正哦！准备跳起来，安静发声。台南市政府教育局今日上午邀请知名幼儿台主持人以及动漫人物，看李林国小附设幼儿园小朋友做伙跳舞，要宣传5月27号伫英华市中心西平广场所举办的大型亲子嘉年华活动。我们第一年在西南，第二年在西北，第三年今年回到了西南。那主要呢是希望提供给一个亲子一个非常快乐的假期，也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共处的空间，尤其跟哥姐们近距离接触，度过一个快乐的亲子嘉年华。特别的是今年我们也会准备特别的表演要呈现给大家，很神秘很精彩，和家一起来欣赏我们的表演哦。对，除了表演之外呢，还会有很多的活动摊位，然后游戏可以让小朋友玩，相信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一定可以度过快乐的一天。对，所以5月27号一定不要错过哦，一定要来哦耶、这次活动将幼儿台的名册看市场传了大游行，为活动甲开序幕，东港社有超过30个单位提供趣味闯关，点点定时伫舞台顶进行笑跳表演，含有奖竞答等活动，也结合市府各局处提供市建资讯、消防警警双导、含亲子旅游等多方资讯单位，打造专属亲子佚佗户外活动空间。记者孙英和市政府采访报道。